哎呀，北是六关，双北有房，还住700元宿舍。你有想到台北市民吗？我如果只想到我自己，我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儿。我等一下就可以写辞职信，我可以辞职，因为我不需要忍受这样子的一个怨气。那我现在就辞职，我不愿意再接受辞职。诸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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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凭什么说你是市长？北市研考会主委陈敏勋啊，说错了，是陈明勋。会这么生气，血压飙高，都是这栋好便宜的豪宅害的。北市中山北路二段的玉成町首长宿舍，只有副秘书长以上和局长才能住，只要月缴房租津贴和使用费各700元。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打算把使用费涨到15000元，引发北市研考会主委陈明勋扬言走人，大家才知道官员豪宅这么便宜。现在又被挖出总共14人入住，其中6人自己或配偶在大台北地区有房产。环保局长刘明龙8月底迁出，地震局长李德全前天迁出。北市人士处说，下月涨到最高6800元，会调查并从严检讨入住条件。市长是指示说，请他先休息一周，先请假一周，然后再做决定，再讨论。有在做财产整理的，这个很多很多这种公有的闲置空间要做全面整理。动新闻，公有住宅租金也太贵，报道。